快去做作业吧。好。冰冰冰，对，加冰，对。报告爸爸，作业已做完。今天晚上还挺快的嘛，收拾书包。好嘞，看我的乌龟去，我的小龟龟。好的嘞，爸。好的嘛。爸爸，他们还没吃饭呢，我们也没有吃饭。对，这两只乌龟从昨天来到我们家都还没吃过饭呢。是不是有点不太感觉？它可能刚换了一个环境，不太适应，可能。我们现在就给它弄点饭吧。弄点香肠，走。好。爸爸，来给我香肠跟米饭，弄个香肠鸡蛋米饭吧。听你的。好嘞，先给乌龟吃。给，这切了一小片。行，喂它。嗯。看一下小乌龟吃不吃哦。就放到他嘴巴那里，看他吃不吃。好，放那里就行。他是不吃饭的，爸爸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吃饭。可是他到饭那边闻了闻。是啊，觉得不香吗？怎么可能？他闻我这么丑呢？他就是不吃，害怕。走吧，我们去炒饭吧，不要老盯着他。他害羞了。对，他害怕你老看着他。嗯。香肠、鸡蛋炒饭，加点鸡蛋。哟，还不错嘛。过两天一包一包的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嗯。爸爸，准备炒饭吧。行。谢谢。嗯。开饭喽，宝贝。好嘞。嗯，这个很不错。哦，这个是你的，够了吧？嗯。这个我的。好，够了。走，开饭了，爸爸在带炒饭。味道咋样？等一下，好吃了。真的吗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看我这个爸爸，他里边放了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酸豆角，他已经吃的走火入魔了。啊，好了，我以后不吃了。行。嗯。啊，酸豆角。嗯，对，可美味了，这样子。你来一口。嗯。来。我就吃一口，一小个。嗯，走。很好吃的，嗯，美味，美味，吃完了，嗯，吃完了，爸爸辛苦你了，今天晚上我做饭，嗯，今天晚上你做饭我洗碗，你做饭我洗碗，嗯，吃到清水为止。洗完了正常的乌龟汤，小伙伴们快点帮我出主意吧，我的乌龟为什么不吃饭呢？对呀，我们的乌龟为什么不吃饭呀？难道不像叔叔一样说的吃七香肠吗？我已经买了那个龟粮在路上，还没到家，过两天龟粮给他吃，看吃不吃。好，不吃的话我就后悔了。下期见，拜拜。